好，开得。佢话加咗个咩可以摸雷雷喎、啊？依家嗰个系，佢话知道咗大家话个诉求咧系要系，即系好似嗰个 illusion 嗰个咩 honey secret 咁样咧。啊，佢话依家可以加多咗个新嘅版本落去咁样。佢话而家有六件衫俾你拣，咁得。嗱呢度，哇！佢而家之前系得呢一二三四五六呢度呢六件噶嘛。即系呢件格仔啦，呢件即系鲨鱼嗰件啦 ，swing 嗰件啦，咁依家加咗件好似嗰啲阿 Jam 嗰啲咁样小背心牛仔裤，之后加件嗰啲可爱妹妹纯白小衫仔，咁啊纯白小裙咁样，之后加件好似阿 Biohazard 阿 Jill 嗰啲绿色嗰啲，之后加件嗰啲好似 A B C 嗰啲咁样吓。American Eagle 嗰啲咁樣噶，件小背心、牛仔褲、扎偶加條鏈咁樣，即係條花花裙咁樣。咪有新丹奴斯嘅玩新丹奴斯嗰個啲衫仔，睇下大家點揀啦。一咧就係、是、呢個花菊花裙啦，二咧就係、是、呢、這個純白小裙啦，三就係性感辣妹 American Eagle 啦，又白色小 T 恤啦，啊李彩華小背心。啊、绿色小背心啊咁样，咁、啊、上面嗰六件，彩华啊，上面嗰六件你哋唔拣嘅啦，我谂格仔衫、格仔裙嗰件啊，大家拣下先。咩校服就够二，即系咩啊？白色小背心啊，啊。二，黑色唔紧要，我好似总共要爆机玩七次，唔使惊，唔使担心，大家要玩七次。啊，二，啊，全裸二，咁啊玩二啦吓，我哋。啊咩污染啊好咩哇女少女嘅纯白啊好惊整污糟呢件衫系决定啊究竟点样我系咪要攞碌棍出嚟嗰两碌 PS Move 嗰两碌先可以摸到个女女咧？今どちらですか？佢唔研究下嗰、那个。途中ですか？ですね。明日からご担当いただく生徒さんの件でお電話しました。我未攞碌棍出嚟喎。宮本ひかりさんという生徒さんで短期コースで7日間のレッスンをご希望されています。なんでも来週にある試験でいい成績を残すことがご両親のお願いとのことで。老师嗰个袋都有转咗喎，变咗绿色公民袋，加多咗碌酒喺度咯，好似见到。有冇啲咩大改变咧？暂时间房啊，冇咩大改变。但佢可以出街喎，下一个更新系好好 high 喎，谂起都。好，喂，点解佢唔教我点样可以摸到个女女先呢？一点零二版佢话最重要系可以触碰个女女啊嘛，你又俾人强行绑住咗喺个房度啊！依家，哇，喂，你一会，喂，唔好走住，教咗我点样摸个女女先。坏咗个更新翻嚟就系为咗摸个女女嘅。佢話有對於你嘅觸碰，佢會有反應啊嘛。啊，家庭教師の先生？玄関に知らない人の靴があるから変だなと思ってたけど。而家條女好似紅咗唔多。まさかお母さんと二人で私を騙そうとしてるんじゃ。あ、頭はば。ほら。やっぱり。だって、私、そんなに成績悪くないし。
家庭教師なんて必要ないです。OK OK。それは又話去掂佢嘅，点样掂佢啊？依家冇个 move 点掂佢啊？英語と数学とあと世界史は確かにいつも。哇！佢有三科唔合格啊，数学、世界史同埋英文都唔合格。でも世の中勉強がすべてじゃないって思います。哇！好似 OK， 总之努力温书啦啊。そうですよね。哇哇哇哇哇！哇，好正啊！本当にあなた誰なんですか？喂，点解佢个佢系哇收缩？お母さん、部屋に家庭教師の人がいる。哎，快啲教下我点样先。お母さんに。喂，你其实捞快咗啊！帮我只 game 依家系。就職もできないって言われた。先生もそう思います？やっぱり。そんな気がしてはいたんだけどね。はあ、でもだからこそ先生が来てくれたんですよね。よかった。啊，唔紧要，我会俾啲休息时间你嘅温书时间嗰度，唔使担心。ところで先生、勉強の前に聞きたいことがあるんだけど。啊，有咩帮到你？先生っていくつ？好きな食べ物は？休みの日は何してるの？有咩中意食？佢問我啊，休息時間。いきなりだったかな。あのね、勉強だけじゃ味気ないから、先生と話もしたいなって。ダメ？啊，總之一定要努力啲讀書之後先有休息時間。本当？真是有夠吹啊！係。佢話加咗個新嘅系統，我知道大家想玩嗰、那個即係嗰個。嗰、那個十迷嗰、那個迷版嗰、那個，やるとなったら私佢話而家可以掂個女女喎。明日からよろしくね、先生。啊，冇問題，接下來交俾老師啊，之後送多咗六件衫俾 me。我但係研究緊係咪要揸咗兩碌嗰啲 move 先得。哦，先生お疲れ様です。うかいです。今度はお電話つながってよかったです。生徒さんのお母さんからご連絡がありました。面談うまくいったみたいですね。啊，佢个母亲回复嚟就话今次女女个反响都唔错，啊，可以继续补习咁样。レッスン内容のご説明を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もいいですか？佢之后再其他嘢咧就再研究啦，咁样。真的好喜欢那个，真的。当时では最新式の教育方法をもとに、その生徒さんの潜在能力が最も引き出されやすいレッスン内容を現在的学生呢，担当的知识水平呢就要再提升嘅。今回光ちゃんのために用意したレッスン内容は、光将呢就要啊成绩唔系太好。少し変わったものもあるみたいですが。咁都係翻到心水平啊！呢只 game 係大家明咧，只 game 係俾啲有特殊癖好嘅人玩嘅。OK。あと、レッスン中にどういう方針で指導するかは先生にお任せします。啊，佢話總之成個女女交俾你負責啦，咁樣一定要調教到佢好好讀書咁樣。はい。とりあえずこんなところで大丈夫でしょうか？明日になったらスマホのトーク画面にもいくつかレッスンのアドバイスを投げておきますね。之前冇呢个剧情。あと先生、家庭教師で一番大事なのは、啊，佢话教个小朋友读书系最紧要啊，唔好成日放佢自由活动啊咁样。レッスンの時間が楽しくなればやる気だってすぐ出ます。啊。愛のあるレッスンを心がけて、明日から7日間頑張りましょう。啊，一齐努力啦，老啊，真师老师啊，再见，下次再联络咁样。真师教咩科噶？佢话教咩世界史同埋教咩英文同埋。你唔系教教农务嘅咩？喂，以前冇呢个 option 嘅喎，喂，原来嗰个东京本社嗰个都系女女嚟嘅喎。哦，新嘢喎，哇，我加呢十啊！啊！佢話借個牆俾你咁樣係嘛 ？OK， 決定啊，決決決 ，OK 啊。
哦，教我哋点样？佢啊，我哋呢个补习社就用最新式嘅教育方法去教啲僆仔啊！啊，就希望老师可以循序唔同嘅方向可以教到啲僆仔咁样。老师用真嘅爱嘅指导，佢话爱嘅指导，用心去教。啊，先生咧就作为成为呢个学生嘅补习老师。啊、世界第一个教埃及妖后啊！直接指导佢嘅关系，同埋进行同学生有唔良好嘅交流。呢、這个系咪光将啊？呢、這个系咪？呢、這个应该系光将喎、啊。先生，哇！可以同学生会通我通拉啊！第一次啊，咁大个人，四十岁。啊，点啊？有咩帮到你啊？多多指教啊！啊、我叫做宫本光、啊、先生叫咩名字呢啊咁样啊系啊耶、yeah! 啊 OK 啊可唔可以俾先啊点啊可唔可以点解我尖尖解我会知道咗先生个 line ID 因为我问啊补习姐姐嘅咁啊接下来啊啊请多多指教啊 OK your lost school 啊做咩打笔。咁样啊，唔好啊，用敬语啊，好攰啊，可唔可以用翻普通语啊？同先生倾偈咁样，哇！打即刻打表情符号，快 P 女嚟嘅 ，OK， 哇！即刻唔打敬语快咁多嘅咋？佢会老啊，开开心心咁读书啦、啊，咁样啊，总之干巴利马斯啊，耶、yeah! 啊！哇！第一次可以同女女傾偈，好開心，真係成件事。我仲有第二件衫仔喎，睇下 A 級嗰度有個粉紅色 T 恤加件裙仔喎、哦。咩零一送個眼罩俾我，黐孖筋，好變態啊！做咩啊？補習戴咩眼罩啊？俾你戴噶，你諗坐隔離啦。我系咪应该转？系咪应该拎个 move 出嚟转一转先咧？其实我咪应该，如果唔系我点样摸个女女咧？我买一大咪俾条女俾大 ，OK？ 啊！真丝依然喺咖喱厅嗰度瞓。啊，收皮啦！真丝第一次啊，援交嗰啲好似都唔计。Summer Lesson 出鬼妹未？未啊，未都唔肯出鬼妹佢依家，佢仍然都唔肯出。佢之前应该系出过美洲美版咩美洲版？美版嗰阵时应该会出过鬼妹嘅啊，应该会系咁。唔系打佢粗挥啊，第日。哦 ，OK OK， 好。之前我已經提升了女女不少的能力了，所以呢我們就什麼能力啊？那個學習能力都不錯，現在升了一些口技啊，背說話技巧啊，升下他那些。喂，現在可以用道具喔、啊、請他吃蛋糕喔、啊、可以。這個是什麼啊？這個中間我知道是什麼來的，請他喝東西啊。哇，好，請他喝水啊。我话黐孖筋，请饮水，我多谢你啲屋企个妈妈屋企有水唔饮，要请佢饮樽装水，有啲咩特殊 event 咁样。先生又系咩啊？咩湿身水咩啊？啊！先生嘅教导嘅道理，勉强学ればいいんだよね。啊！努力啲读书，一定要啊！よし。啊！好变态啊！真是话啲咁嘅嘢，变态啊！啊喂！睇下先，我已經唔記得曬點樣先叫佢努力啲背到書。睇下先，咦，揀咗個靚個背曬咯，揀咗個最啱個選項，我哋應該有 event 出啊，係啊，休息時間有 event 出啊，究竟幾時出咧？即拉手。啊！休息啦，依家誒唔係最叻，唔係最好，啊最適切嘅指導方針啊，我已經揀咗個。好，我就最大家最期待嘅同女女傾偈嘅時候啊。啊，點樣摸佢咧？又話可以摸佢啊？喂，誒睇下先，啊唔係，可以，喂，哎呀唔得添，點解又撞到佢？可以 re 一 re 嗰個
選項可以轉做陀摩達茲嗰個。喂，搞錯！我想傾陀摩達茲嘅嘢，你成日同我傾咩娛樂嘅嘢、entertainment 嘅嘢。確かこの辺に置いて。俾人綁住，好慘！隻 game 真係捆綁屁，特別嗜好嘅人。捆綁嚟，有一男一女喺間房度，但係咧佢冇佢啲選擇都冇更新到，暫時都係仲係同樣都係話有本好好睇嘅漫畫要搞我咁樣。男一女喺間房度可以做啲咩？喂，但係喂，我俾一支水咁，即係點啊？有嘢睇，有嘢睇，休息中嘅時候佢而家做咩？做咩？係一陣先。诶，呢个系咪俾我摸佢啊？呢段期间系嘛？诶，点样？ねえ先生，この辺蚊に刺されてない？哦，佢俾针针到啊！佢俾蚊针到，佢话老师啊，可唔可以帮我搽药膏啊？哇！哦，原来嗰支系蚊怕，可以话做到咁嘢咩？嗰只系蚊怕水嚟嘅，顶！佢话佢弹唔到啊，要我哋帮佢搽。ねえ先生。你想点啫？佢俾支蚊怕水我 ，L 二加 R 二啊嘛！屌你真系真系真系绑住坐喺张凳度，我顶住喂唔系，真系兴奋。坐到声先，瞪下你个画面，顶你个肺啊！哇，系咪原来所谓嘅呢个就系我？もういいよ。ありがとう。屌大埔啊！阿女女话好失望啊，对于我搽唔到蚊怕水。今日啊，咁嘅感觉就我哋倒落去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好难倒啊，原来。家族じゃない人が私の部屋にいるって。啊，佢话估唔到老师连啊搽药搽支蚊怕水都唔识，垃圾啊！摆明睇嚟，老师啊，以前冇同女女去过沙滩度嗰啲啊，搽嗰啲太阳油啊。怕水啊！喂，呢个系点样先会谂到有个蚊怕水嘅 option 出嚟啊？所谓嘅同女女接触就系。先生だけが頼りだから、あと6日間しかないけど、一緒に頑張ろうね。佢话下一个更新就可以同女女出街喎，佢话唔再俾人捆绑喺个屋企嗰度。不過都係可能出咗街都係坐喺個沙灘度，之後個女女自己喐，都係捆綁屁嘅，都係我諗都係。出個沙灘度，然後喺度唱歌彈吉他啊！啊，我就負責彈吉他咯，係嘛？佢話女女又女女就唱咩啊？唱浪花一朵朵啊！喂，佢真係送咗個眼罩俾我，唔知個眼罩有咩用咧？我哋一間試下用。俾你戴啊，都話。黐咗，做埋條繩俾你，做埋條繩俾我，等你真實唔使睇啊！話唔睇佢，做埋張單，做埋條繩俾你，咁啱曬啦！唉，真是好熱啊！明明心口就有兩啖，啊！現實已經失敗，連喺虛擬嘅世界都幫唔到女女擦太陽油。好失败的事情。啊，插极都插不到那个蚊怕水下去咯，顶佢个肺啊！搏我攞支嘢搏落佢个头度一嘢。啊，真是系用嗰两支嘢啊！我要插电嗰两支嘢。嘅角色系同勇者二人嗰条友一样，嗰个勇者一样。我戴眼罩都唔知做乜桥。啊！剔嘢咩味药啊 ？NA 哪里啊？剥落佢个头度，真系真系好失败。睇嚟呢个周末又系俾人炒。唉，系咯，整翻啲啊，好鬼笑死人真系。又同女女倾下拉先，我哋又。Melu 啊，僵尸啊，咁巴萨都可以用 VR 咯，而家个试玩，你用埋 VR 玩啦。哦，系咩好啊？一阵间试下啦。
啊，佢话个学生投诉你啊，连茶蚊怕水都唔识，对于你个教学能力好有疑惑喎。佢话投诉我佢。OK， 他先生你习唔习惯出街啊？喂，我独撚唔出街嘅。吓、啊，佢话好中意去啲农田嘅地方，亦都好中意下海。佢话亦都好中意行山，扮咩山系女孩嘅？有冇兴趣？佢问我。第三个咪 Eat So Eat 一起去啊嘛？啊好啊，一起散步啦！你唔识日文就玩只 game 啦。佢话我哋就去啊，我提议下去边个到时话耶。咪蔡思贝系蔡思达啦。啊，会唔会着落会唔会着比基尼行山啊？我问佢啱啱佢话，先生好害羞啊，佢话。啊，唔使咩好害羞啊！啊，唔使计啊，好害羞嘅，着比基尼行山啊，唔害羞，唔害羞。啊，先生咪同我一齐去啊 ？OK， 冇问题。去咩啊？去酒店啊？冇问题。啊，我都着比基尼。啊，好开心啊！最初见到老师嘅时候都觉得同老师做到朋友噶啦，之后点点点。你唔系着布比基尼，你系布边尼啫，笠住头啫。系，阿志。系又叫佢背书算啦，喂。喂，我睇下先，可以俾佢戴个眼罩咧，有咩 event 之类，即刻试下1.02嗰个眼罩系有咩接触先啊。好，先生，系哟。啊，老师早晨啊，估唔到老师废到连蚊怕水都唔识查咁样。好，多谢你帮我真知啊。哎呀，拣唔啱添，应该系叫佢努力啲读书。都唔係，醉翁之意不在教條女，我哋都係。じゃあ休憩ね。我可以不停，我個觸碰功能就係不停揼嗰個人，然後可以揼落條女度。唔得嘅喎，即係可以揼落個章度啫。係，就可以揼落嗰個人度。揼落你個頭度喎，可以揼落個女女個頭。啊、又到我哋最中意同女女倾偈嘅环节啦！你揼到花晒啦！啊，点啊？有冇咩想问啊？对于读书嗰度咁样。lesson 你分からないことは大体その場で聞いてる。大体嚟讲，老师都教得好好，亦都好明白老师想教乜嘢咁样。本番までに全部覚えきれるか。啊，全部要我记住一个礼拜，真系有啲困难啊。不过。啊、不过都仲有啲时间嘅。我休憩しちゃったね。この後どうしようか。啊 ，OK。点解好似人 send message 俾我，有冇人睇到啊？帮我睇下系咩嚟嘅。休息啦，又休息啦。做咩眼瞓啦、啊，眼瞓啦、啊，俾个眼罩佢笠住佢啊！嚟啦，多笠住你咯，个眼罩系俾你用。どうしても眠いから。系啊，好眼瞓啊，同老师一齐瞓啦。个眼罩俾我噶系嘛，俾我瞓噶系嘛，瞓咗噶啦个眼罩咧。もう時間。啊，佢话几点啊，先生依家？啊，好、哦、哇哇哇哇哇，好正啊！続きやりますか。好正啊，我继续啊，好啊好啊，啊，好，咪中了，未开播。今日はこんな感じかな。またね、先生。咩麦丹尼啊？咩下次再见个眼罩用咗喺边啊？个眼罩用咗瞓觉啊？我戴咗噶啦。做乜嘢？哇，好搞惨呢个，睇下先。
喂，嗨。原来晏昼真系俾我一齐同佢一齐瞓晏觉噶。你朋友识真丝，佢讲真丝系 M K 啊，唔系啊嘛。个啊个画面好震，冇理由喎，我头冇喐噶。个画面好震咯。吓？我冇喐噶。真系好震咯，就系知唔解？我想问你系咪打眼钉咯？所以睇嚟呢个周末都系俾人炒。就是有啲灰烬。喂，多有个二零啊，二零，多谢二零 follow 真丝啊，二零呢个二零。好，我哋继续啊。哇，好热啊！玩呢个游戏真系，好热。好，叫佢做阅读理解。食蛋糕系咩 event 咧？我哋试埋，顺便试埋食 event 系咩咩嘢先啊？先生，今日もよろしくね。嗯，冇问题，先生都会努力噶。哇！阅读理解。睇下先，啊，饮多啲营养饮料啊！啊，跌咗支笔啊，执唔到啊，等老师帮你执。啊啊！你算搞傻啊？俾人播一张大喺度喐到咩？我做乜奸笑女女喺度？休息时间又到。じゃあ休憩ね。好，又揼人，揼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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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喂！咁嚟下，你有冇帮我试下帽啊？九点啦咩？应该唔系直接做好似啊嘛？直接做利物浦啊？诶，何？啊，我又可以写一写，唔系又突突到晕晕突突咁啊？点解咁啊？我又冇得讲部活嘢抽唔中喎。学校点啊？读书读成点啊？嗯，学校で授業受けるのって、はあ、なんか退屈になるんだよね。吓、啊，学校咧都唔错。やっぱりうちで先生に教え。啊，但系咧发觉咧都系同老师读补习咧就开心一啲咁样。かな。啊，嘅感觉咁样。OK。啊，結構休憩しちゃったね。この後どうしようか。但系就蒙，即系好似画质上咧，好似比以前差咗，蒙咗少少。哦，そういえば、お母さんがケーキの残りがあるって言ってたんだよね。佢话妈妈整咗啲蛋糕俾我哋准备食啊！佢话老师等一等，等一等，拎过嚟俾我咁样。系。哦。佢系咪喂我食啊？ね先生。成个蛋糕执落你块面度啊！ってしてあげよっか。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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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佢怼咗落女女嘅头度。哇！哇！呢个 event 好好，好高质啊！呢个 event。好意思。好味啊！なんかやっぱり恥ずかしい。生日开放日啊！顶你个肺。啊！好好味啊！虽然好害羞嘅话。啊！今日嘅补习就到呢度。哇！女女好傲娇，你睇下，佢面红啊！其他哇，争我好放日啊！顶你个肺！哇，呢个 event 好高质喎，呢个 event， 啊，呢个 event 真系好高质，唔系讲笑。系讲得冇错，真丝同睇初恋一样，都系睇人哋推波先。哇！
好高質啊！呢、這個 event 真係，喂點解跌火啊？喂做乜跌火啊？喂我咪夾啱用咯，點解跌火嘅、啊、喂？點解會跌火啊？哎呀，我先應該喂我食嘢嗰陣時，我應該喂我食嘢應該 save 咗佢啊！即系女女唔复我 message 系咩意思？请问跌咗细手真系打嗰队波喎？我知细手真系复输喎。我明啊，啊，真丝带紧 VR 玩系啊，带紧 VR 玩啊，而家咩黐线真丝啊？食 event 系咩嘢个蛋糕？起到身当你赢。啊！本来我画面好正，俾真丝把死人声破坏晒。啱啦。包括睇到佢自己个仔都系戴住个 VR 喺度鸠叫，有咩感觉？佢闩埋咗，佢熄咗灯啊！佢拉埋个拉埋闩埋个房门咧，唔睇我佢话。爸母应该带阿真师去青山。冇眼睇佢话，佢话黐咗线嘅问我。青山开放日啊？点解咁快？带佢去睇下啦。系咪去豪宅一样啊？里边正到。系咁啊！暂时三个 event 都睇晒，咁我哋可以继续快速咁去啦。ねえ先生、嗯，今日のレッスン本当にこんなことやるの？意味あるのかな？啊，佢话今日嘅课堂咧，好似几好态，几好状态，咁我哋开始啦，咁样。我玩砌卡仔呢、這个好似系。准备，忍住呼吸。做得好，女女 ，good job。就可以吸引啦。头先我拣咗啲咩？我拣咗啲咩？娱乐啊，咪拣咗。扑街！我拣娱乐嘅时候又俾其他我添。啊，同同学点啊？读书上面。ちょうどこの前、みんなでプール行ってきたんだ。啊！佢话佢去同朋友一起去游泳池啊！哇，好近啊！哎呀，好靓啊个沙滩！哇，女女都好正啊！哇，結構いいところでしょ？冇问题啊！先生も行ってみてよ。啊，下次一起去咁我哋。喂，冇得拣要都仲好，补习终了。なんか今日やったレッスン変だと思ったけど面白かった。また明日からもよろしくね、先生。啊，下次听日再嚟过噶，老师咁样。希望今次唔使俾人炒啦，今次。木曜日，金曜日。咦，打电话嚟喎，补习社打电话嚟喎，咩事？お疲れ様です、うかいです。ひかりちゃんの様子はどうですか？啊，小光点样啊？レッスンに飽きられてませんか？啊，就快到考试咯喎。そういうことのないように、何か話の種になるような話題を用意しておいて、レッスンに混ぜていくのって結構大事なんですよね。啊，最重要记住啊，真师老师，最重要系考试啊。あっという間になくなっちゃいますね。啊，唔好做错嘢，佢话。OK。だから普段から
我哋会遵守补习老师嘅规条。かくいう私も家に雑学辞典を完備で、それはどうでもいいんでした。生徒さんと休憩中に雑談している時に意外といろんな話題に触れられたりするんですよね。それを話の種にキープしておくのもありですね。レッスンの下準備は科目選びだけじゃなくて、对于那个考试的准备一定要做得好充足的话，それでこそ愛ある教師って感じがしますし。あ、すみません、長話しちゃいました。また様子を聞きにお電話しますね。啊，之后再听电话咁样，放翻低。诶，女女又 send 电话嚟，唔系 send 电话嚟，啲信息嚟。我将头先讲过嘅嘢又 send 多次 message 嘅。今次做头部体操喎，叫佢转下脑筋咁样，动动脑筋。先生，おはよう。じゃあ始めよっか。哦，拆嗰个勾啊，叫佢。じゃあ休憩ね。何？啊，诶，学校嘅学生活动点样？あれ、行ったことなかったっけ？ソフトボールだよ。私、体動かすの好きだし。うちの部は練習もきちんとやるけど、割と楽しくやろうって雰囲気だから好きなんだ。だからまだやめたくないんだよね。じゃあ今日は終わり。明日もよろしくね、先生。嗯，件衫有啲白喎，好似。唔知一百火系咪等于赢呢？哎，女女 send message 嚟啦。咩？呢个系咩啊？日本妹知唔知啊？咩咩水啊？神仙水啊？应该拣咩啊？我啊，第三应该系扎麻佢喎。第一系咩啊？沉鱼咩玉儿啊？咩新嘅词语？一个在公司，一个是学生。日本妹看什么啊？那三个字等你们在那里扮看不到。看不到啊？其实 Summer Lesson 是玩什么？是跟个女女补习咯。第三应该是闹个女女的是吧？有什么玉儿？有什么啊？看不到啊！呢只 game 系俾大啲特殊嗜好嘅人玩嘅，即系俾人玩、俾人捆绑嗰啲人。啱喎，答啱，唔系喎，佢系自家乜争呢？佢话啊，我赢咗。咩啊？日本妹听唔到，啱啱听到听你讲咩啊？佢嗰个系话莲藕摆落水度，吓？
莲藕摆落水度啊？应该系啊，我睇到系莲藕嗰、那个靓过莲面。咁应该系咪依疲劳啦，系嘛？定系温度啊？唔系，佢而家问你，佢 skip 咗，我睇唔切你嗰个对话，女 send 咩俾你？男が面白いから、それも正解にします。佢話你呢個答案都好好有趣，所以就當你啱啦。哦。咁跟住之後你就問佢啦。第一個係問你你攰唔攰啊？係。第二個，第二個係 aircon 咯，冷氣機温度。嗱，冷氣機温度。第三個係校規好嚴格咁樣咯。我问下佢校规，九唔搭八嘅，问最啱佢都系九唔搭八嘅，问佢校规字九唔搭八个啦。你头先拣嗰个答案话，你都过，你都过塔尖，系瞓觉瞓得多嘅小朋友会生得高。系九唔搭八嘅喂，继续九唔搭八落去啦。佢话咩啊？呢个系咪话有老咩有暴走族咁样啊？嗰啲坏学生佢会点样处事处理佢哋系嘛？好似系佢话佢唔知道其他学校点样，我睇唔到上面。佢话老师声声落个咯，即系你嘅你嗰阵时会点样噶？有八年阿生 cross 住。他说他不知道其他学校怎样相当他觉得他很严我看不到第一个接着之后他就说18年教师不错台啊凳啊会抌出枪之类暴走族电动会有暴走族在走廊度行嚟行去啊！喺走廊度诶，系揸 bike 啊！揸电单车喺走廊度行，系啊！我冇得回喎呢句，原来苏姐，宝宝系咪好有兴趣玩呢个啊？呢、這个喂，我想讲呢个其实类似嘅嘢咧，出咗手机版，不过唔系 VR， 有得掂。是仔仔有得掂哇！我佢啱啱头先我都话有兴趣 send 俾我，一听到话系仔仔嗰下我就收咗档。你 send 俾阿宝宝照 send 啦。今日もよろしくね。李生先唔肯嘅。李生唔识日文。你唔系有字幕嘅咩？呢个？這個沒有的，因為中文版未出嘛。你開日文字幕啊，屌你！但你剛才都聽到女女說話。我聽到女女說話，不過我夠噏了。開日文字幕啦，不是日文字幕都沒有啊，真的沒有啊，沒有日文字幕的，真的沒有啊。要不然怎樣，你好像看電影一樣，戴 3D 眼鏡一樣漂浮那個字幕。3D 字幕。何？啊，每日食三餐点样啊？私朝にいっぱい食べないと昼まで持たないタイプなんだよね。だからちゃんと三食食べてるよ。学校ある時なんかこっそり早弁してるし。你是问他你有没有好好地 吃三餐做五晚三餐嘛今日はこんな感じかなまたね先生好拜拜小光拜拜咩咁加强如果加强版是鬼药玩法应该吸引到不少例如剁佢个头，话佢系猪啊，成绩唔好，变态，哇，黐线。
佢咪 send 翻去 CS 嗰度。喂 ，hello hello， 要加翻个打屁股嘅功能啊！喂 ，hello hello， 删 check，hello hello， 应该要加翻个间车打屁股嘅功能。间车应该唔会喺 PlayStation 嗰度见到呢个功能，你只会喺电脑嗰啲见到呢个功能，我觉得应该。唉，隻眼唔攰咩？玩咁耐都唔攰，唔係好唔攰，因為佢可能即係佢其實玩咗幾次都唔係話好攰。但係當然啦，你有個嘢笠住喺個頭度，你好似戴咗個頭套咧，係真係有啲唔同嘅。お疲れ様です。但係真係冇想象中咁啲人話玩兩個鐘就好攰咯。佢啲白帽变咗成个画面，好绝望。特に大体の人が好きないというか、話の人が多いですよね、先生。真系手仔好黐线啊！頼もしい限りです。唔系白帽好中意玩初音嗰个。色向いたらレッスンの時に先生のストックしている話題を混ぜてみて、中意睇初音個演唱會啊嘛，話 VR 啊。きっと短期間での成長にいい効果があるはずです。系啊，唔系出咗咩都识过啊。出咗刀剑识破啊！刀剑乱嗰个话剧咯，出咗我净系知。系啊，成日买俾白帽玩。白帽唔识睇啊嘛，个位系。应该买赌博密室咯，俾白帽玩啊嘛。嗰个要买嘅咩？嗰个好似免费嘅，嗰个好似。呢出赌博密室咯啊！日本嗰个真系会睇到喂蛋糕嗰个啊！如果出男版，应该会大卖，我觉得。有啊，但系我其实我。我觉得呢啲，我觉得唔吸引咯。可能啲黐线啲嘅女人会觉得。test 前日だからね。都系我 friend。頑張了，佢话今日等咗好耐啊，老师咁样啊，頑張了，哦，冇问题，一齐頑張了。睇先，系又叫佢玩卡仔添而家。唔啱添，叫佢食鱼料理唔啱。诶，求得诶，今次拣唔啱，得快啲飞咗佢喎，飞咗个剧情佢。じゃあ休憩ね。何？哇，得翻一个问啫喎，即系佢唔开心喎。我越开心就越问得好喎，呢个真系。嗯，私スタミナはある方だし、まだまだいけるよ。それより先生は大丈夫？いつも私の面倒を見てくれてるもんね。あのね、先生だって辛い時とかしんどい時は休んでいいんじゃない？私に任せて。どっか一緒に連れてってあげる。哦，呢个系咪问佢有冇好好瞓觉啊嘛？之后佢话佢瞓得唔错，佢话反而问翻我啊嘛。これでレッスンは全部おしまいで、明日はテスト当日。あとは私の頑張り次第だね。結果はどうなるかわからないけど。やれるだけやってみるよ。結果が来たらまた連絡するから。待っててね、先生。佢話考完試之後再同我聯絡，話俾我聽。佢話結果點樣都好咁樣，應該係咪？應該如果聽下日本會再詳細啲，再研究一下到時。咁快就玩完呢個週末啦，又就係快樂嘅時光真係過得快。但我見女女好似欲言又止咁樣，好似係啊，佢盡力去做，係嘛 ？Try my best 咁樣啊嘛。誒，佢又打電話嚟啊，女女打電話嚟啊。聽電話，聽電話，聽電話，聽電話。先生，今日この後時間ある？テストの結果のことなんだけど。哦，佢話佢派咗成績啊，叫我去佢屋企啊。ありがとう。じゃあ待ってるね。すぐ来てね。
系咪叫我快啲嚟定系咩啊？应该唔系啊，应该系佢话。哦，去到阿小光个布屋嗰度，嗰间房嗰度。先生，模試の結果が返ってきたよ。今次有張成績表喺度，我之前冇噶。一緒に見ようと思って。系啊，叫你快啲去。我已经迟咗，有 delay。拆信啊嘛，依家一齐。以前冇呢个 event 噶。做咩啊？有嘢俾我拣啊？点敢拆啊？咪可以摸女女叫女女拆。やっぱり待って。哇，好可爱啊！佢好惊啊！佢话：等一等先，等我自己睇咗先。佢话：哎呀，哎呀，好可爱啊！小光真系。啊！やった、合格だよ。佢话合格啊！耶！佢话：诶，唔系喎，好似耶。耶咩？まさか本当に取れるなんて。ちょっとお母さんにも見せてくれ。佢話快啲話俾媽媽聽，佢成功咗，成功咗。先生，本当にありがとう。好多謝你啊，老師，恩師老師。部活辞めずに済むと思う。全部先生のおかげだよ。啊，全部都因為恩師嘅努力啊，而幫到我今次合格噶。この夏が終わっても。ずっと先生に教えてほしいな。啊，今次嘅暑假全部都系同老师一齐过。佢话系咪告白啊？告白事件啊！本当，ありがとう。俾张信用卡你啊，先。約束だからね。俾张卡你啊，我哋约定噶啦。好啊，好啊，好啊，可以同女女出街啊！好，我哋翻返去中间嗰度，我哋依家。A， 唔使咩炒啊，我都 A 啊。好，攞到嗰件粉红色可爱小 T 恤啦，我哋攞咗嗰件。啊，诶，结局嗰个 N 啊，呢个系。お疲れ様です、うかいです。一週間にわたる指導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我飛咗呢一段，佢咧都係話我教得好好嘅呢啲，我都知嘅呢啲，又唔使多講。係咪可以有結局畫面同女女出街？哇，冇嘅，又話同女女出街，佢話約定咗一齊出街嘅又話，呃我，感冒啊呢啲嘢。被骗了，冇实啊！系咪下一个更新先啦？嘛，冇问题，出街唔紧要啊，下一次先。有首歌想俾你唱，唱俾你听啊！啊，想得这么理想啊！你真系应该系下一个更新先啦，话应该系。笑死我呢个真系。好，咁我哋成功玩完第七章嘅 Summer Lesson， 同大家休息一下先，我只眼一阵再玩把下手个，休息一下，打阵飞机先。啊！压我！压你唔起啊！啊，唔使俾人炒，太开心真系攞 A 啊！咩出去即刻叫阿妈炒咗我？啊，女女会唔会开心到揽落真丝度？系冇呢个噶。啊，最关俾人绑咗张凳度啊！仲谂啲咩啫？一阵玩唔玩 Biohazard 七嗰个更新？玩，带埋 VR 玩，等大家睇下适唔适合买个 VR 咯嗰度。好，等我饮啖水，开翻个新 pose 先。几时玩男版？啊，唔系 ，I 都系 Master， 俾八毛。
吓，冇呢个 option 到而家，你唔发觉长期都系俾人捆绑 pay 喺度嘅咩？长期都系俾人捆绑 pay， 真系惨。啊！你咩？我夫都除埋，你俾啲咁嘅我咁样啊？迟啲咧，你问我咧，我相信咧 ，KK Box 嗰啲咧，咩嗰啲 Spotify 嗰啲咧 ，live 演唱会都会有 Yalo 嗰啲版本。而家咪好兴嗰啲咩网上嗰啲演唱会嘢，我相信迟啲一定会介咗一个位出嚟咧。俾大家一起去睇嗰啲網上 live 咯，我自己覺得就應該係都傻嘅，俾你咁搞要幾多？你買好似 Google 咁，不過部車咁有幾個 cam 擺在上面，應該即係我諗呢啲都只會係仲要你上網超快先可以搞咁喎。咁啊係，即係但係我相信只係會係即係時間問題咯，即係只係時間問題。喺部电脑仲要超劲喎，我俾同事咁都有玩，处理到咁多嘢先得喎。与日俱增嘅啫，系嘛？我谂呢啲都系，即系随住个时间会啊，随住个时间呢啲东西都会变成咗唔系问题，我相信就一年后、十年后，应该唔使十年系嘛？我相信。佢卖咗几多钱啊？边个啊？个 VR 佬。个 VR 买咗3000蚊啫嘛，走去仲要市场细啊，出多啲吸引啲嘅嘢。唔系，其实如果日本妹买你买，如果你问我咧，我估日本妹你买咧就建议你买嗰、那个即系你我建议你买，唔系。即买 Samsung 个版本，拍冇话叫你买我嗰部二手喎、啊。买Samsung会爆炸喎、啊，小心啲喎、啊。啊，即系一系就买 HTC 嗰、那个，即系如果你真系，我觉得应该 Liquid 嗰啲始终喺电脑咧，佢个版本应该会系。拍冇，知唔知点解拍冇想我买你个二手啊？点解？唔想见到真丝再咁黐线，唔可以再咁落去，唔可以再咁落去。太离谱啊！快啲制止啊！我先啊！唔系啊，但我转我而家 HTC 机都冇用啦，我转咗用 Apple 啦都话。唔系啊，讲紧个 HTC 个头罩啊。但佢唔系要有部手机先用。唔系啊，唔系手机嚟噶，要电脑啊，超劲咁解啫嘛，要要超劲嘅电脑。好啦，你啲电脑啊，我送我张。真丝最爱的紫王水着衫写喎，等先啊！好似头先听阿酷根讲话，终于见到有丧尸啊嘛，系嘛？嗰只唔系丧尸嚟，嗰只怪嚟咯。怪啊！我结果系人形嘅怪咯，但系唔系丧尸嚟噶。咁得意，唔紧要，唔紧要，呢啲一切都唔系问题。唔可以当系丧尸啊！丧尸一地。只能够觉得佢系怪嚟咯，唔系丧尸咯。好，唔好剧透啊！一阵唔好剧透。诶 ，HTC 个都要一张零八零啊，最少零八零啊，大佬而家。唔系，我谂其实即系我觉得呢啲技术嗰啲啊，依家一零八零就好贵啊。我谂慢慢都会即系会普及化。咁将下一代卡咪平咯，零八零屌。系咯，即系我自己觉得即系只系下一代卡几时？下年。后年唔知喎，呢个就真系，我打咗最新近身咯 ，shit！ 今日几多号啊？4号。好啊。系咪有三上线啦？咁啊？等先，唔系我唔记得咗我。而家我想问大家系去晒连理住定系都系 stay 喺高登噶？支持林早晨，支持林早晨啊 ，Kevin 啊！我想讲而家净系睇嗰度睇鬼故 post 哦。
支持阿周嘅你系嘛？即系全力支持阿周。支持阿周，佢高登不离不弃，爱周力，爱周力，真系关我卵事，真系嗰句。佢点解只巴萨唔见咗嘅？都唔系呢个位系嘛？我冇铲到个巴萨。唔系啊嘛，唔系又系香港商未有更新嗰啲咁好笑嘅嘢啊嘛？香港商更新咗啊！香港商更新咗啊！你始终嗰边冇一个rap 版吸引唔到我过去。唔系有 rap 版啊？唔系咩？嗰、那个唔系 rap 版咯、啊，屌你！手机放上网，买放当 rap 版用啫嘛，屌你！Okay. 个观感好卵差咯，屌你有个。喂，但系其实我系唔用 website 嚟睇高登嘅。我都唔知咯，啲旧时代嘅人，我用关电脑上高登嘅，唔好意思。关多机嘛？边度多人就去边度。喂，首先你个版噶啦，香港人，香港人根本上同大陆冇乜分别噶。咦，那個版在哪裡單的？估計你的版本在哪裡單的？喂，不是香港那個單的嗎？哪裡啊？你的燈出了先的，應該根本上整件事是 HKG Pass 那個出在那邊奶，那邊不對，然後整班人屌鳩林祖信，林祖信一向都抵屌的啦，說完說來說去我都覺得大啲还大啲，但系呢个系人关唔到信事啊嘛。你啲耳插佢啫，我都系觉得系登出咗旧歌先啦，衰鬼，佢计第一个噶。我计第一个嘅 ，OK。都系嗰句啦，嗰边有三个月，先算啦。佢点样认你块面啊？点样认我块面？咪攞个佢有个 cam 嘅上面，听大宝妹，我已经知点样攞啦，志昌，我听到啊，一齐加入呢个爱租力，佢话只 cam 喺日真丝个日本真丝嗰度啊，基本上再加埋少少政见立场咧，我就唔会嗰边噶啦。唔係，我想講，我呢排好似好耐冇開過部 PS4。正式嘅，裝飾嚟嘅啫 ，PS4 啲係。市中心嗰度睇下有冇呢啲。要開個。而家係除咗叫朋友上嚟玩之外都冇。Welcome home 喎，即刻出咗個叫咩啊 ？Welcome home。開師啊！嚟開個。本质上嗰班，其实大部分人都系大部分人过咗 LinkedIn 嗰度都系新高登仔，我称为呢个，净系有 app 先上高登嘅。即系啲尿高登仔嗰啲系嘛？唔系想开高登嘅，梗系用 web page 嚟上啦，大佬，上咗几多年啊？又冇 app 就有 app 嗰时候我都系咁想。以前好玩好多，高登好好笑噶以前，但系而家啲几年越嚟越唔知似乜捻嘢样。几廿年上高登质素低咗嘛？即系话老母系胶，但系啲科好有质素噶嘛？佢语音讲日文好唔好啊？哦、其实而家某程度上高高登系高得咗少少噶，少少咯，唔太多。哇！呢个版本系咪就等于冇咗互屌之后啦？讲日文，但系字幕都系搞翻中文。字幕系中文。准星是绿色啦 ，VR 模式。本身上咗咁多谂到，连有 app 都冇 app 都系咁上啊！屌，系咪先？哦。就阿佢话识咗 VR， 又要咩个？等下。VR 玩啊嘛！梗系用 VR 玩啦，咪话。呢单嘢引申咗好多香，引申咗好多香港人嘅问题。呢单嘢。单开紧 game 啊！咁只有思路自己就合理化自己所做嘅嘢，个人就系咁。
Mega 都是用 Web 版的，哦，即最最舊版的，即高登仔都是用。講真的，你最真正高登仔梗係黐埋部電腦度啦，邊好似啲 M K 咁成日出街啊？誒得啦得啦，有畫面啦。佢啲係 Form Five 開始上，嗰陣時用 M。嚇，成個我好似咁真係好老喎！我真係如果咁樣講。上堂嗰陣時睇喎。我喺度抽水，抽到我都悶啊！曾師點解開多一次自己玩一個鐘先發現冇冇？不過呢單嘢另一個。你可以到，你可以再到選項更改設定進行 VR 模式教學。如果你第一次使用 VR 模式，建議你先用 V 完成教學，唔使啦，我唔使嘅，我唔使啦，我用呢單嘢正面效果就能引到林祖信開始改革呢個高登嘅版面啦。可以開 VR 玩，呢廿年都唔改變啊！真係，依家可以開 VR 嗰個玩，依家咁啊好。激啦！睇下先，我都试紧而家。佢话要捞我个 VR 模式要，等等捞紧。依家唔系黑画面嚟噶，我想同大家讲，依家你哋右下角有嘢转紧嘅。到啊，都系嗰句啦，啊啲人唔翻嚟，过咗去就唔好翻嚟啦，啲人。咁咪分化咗两边咯。嗰邊都減分化啦，其實嗰邊咪屌緊，減分化噶啦。嗰邊咪屌緊高登仔，黏登仔同高登仔會屌噶啦。更新咗個 V， 會屌噶啦。更新咗 VR 模，係啊，更新咗 VR 模。你而家見到個版本係見唔見到啊？依家係斜咗個畫面，係唔知你哋睇唔睇到？佢都要開始引啲人落搭買 VR 啦，我諗到應該要。Hello， 盧巴打，等一等先啦，等我試一試先，等等。佢哋話開發商話最恐怖係睡婆婆喎、啊。而中林祖信其實可以完全唔理㗎，佢只係個 CEO。佢唔使你哋㗎。咁我依家喺個，哎呀，等一等先。